今日咱要来讲读上帝话，记载伫马太福音书第25:31-40。马太福音书第25:31-40，我只是用台语汉语来读，请咱这主席来听。当日主伫伊的阳光甲光照的天上来的时，伊要坐伫伊阳光的座位，聚集万邦伫伊的面前。伊就要分别因，亲像无少分别绵羊离开山羊，将绵羊下伫伊的正边，山羊下伫伊的倒边。彼时王要甲正边的讲：恁对我爸得着恩典的，之前来先接过，就是对创造世界以来，予恁陪伴的，因为我要。你毋捌互我食，我喙焦，你毋互我啉；我出汗，你毋互我倒；我烫肉皮，你毋互我穿；我破病，你毋看顾我。我伫家里，你毋来找我。彼时有人在应伊讲：主啊，我什么时看见你了来互你食？喙焦来互你啉？什么时看见你出汗来互你倒？烫肉皮来互你穿，是毋是看见你破病，还是伫家里来找你？王要应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既然惊伊伫我的兄弟姊妹说的一个，就是惊伊伫我，安心个大家。